什么都不用说，把这个孩子送回你娘家去。我不希望在我的家里头再看到这个孩子。他是我的儿子。他是你亲生的儿子？是。他是我生的，我的亲生儿子。刚刚妈说身体里流着肮脏的血，一出生就被抛弃的可怜孩子，其实就是我以为死掉的儿子。谢天谢地，你终于在我的面前你说了一句实话。但是我等你这句实话，我等了很久很久，你至少让我明白为什么你要收养他？为什么你要欺骗我？就因为他是你的儿子，是吗？是。他一出生就被抛弃，然后被养父打得遍体鳞伤。我不能让他像以前一样被大家歧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他当我和西雨的儿子。希望妈可以让我认养他，让他当个幸福的小孩。所以你跟西雨结婚以后，你就满脑子是你的儿子，你就满脑子想着怎么来欺骗我，是吗？对不起，我做错了。先不用说对不起，请你回答我，那么你跟西雨，你们两个的婚姻对你来讲还能有什么意义？你作为一个女人活得累不累？我真的做错了，但是我希望妈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可以领养平安。Thank you.
平安不是小偷，平安没有偷我妈的耳环。西雨，谢谢你。有事你快出来吧，平安他。平安，你快去看看。什么？没看到孩子在睡觉吗？请你把孩子带走，十分钟之内我们就要把这里搬空了。谁说的？徐护士，是太太说的。我怀孕了，就要当妈妈了，可以恭喜我吗？我现在过得很幸福，我也真的希望你也可以幸福。是我，我知道。王彻，你要别给我打电话了。我女朋友不喜欢这个。你有女朋友了？你不是说你结婚很幸福，希望我也一样？不要跟我说气话了，我。你说你结婚怀孕是幸福，而我有的女朋友，就是我们说气话。我不懂这什么逻辑。挂了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晚上有约会吗？没有啊。你想约我啊？没事，一起喝一杯。走。出去。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，是我骗了妈。可是我真的以为我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补偿西雨，是我错了。现在你跟我说什么也没有用，我希望你尽快的在我的家里头消失。妈，您多保重。西雨，你在整理房间啊？嗯。弄得好干净啊。西雨，以后就算我不在你身边，你也可以做好很多事了。西雨，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种类型的夫妻，有的是周末夫妻，一个礼拜只见一次，
有的住在不同的国家，一年只能见一两次，虽然不住在一起，但还是会互相想念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你明天早上起床看不到我，你不可以害怕，也不可以被吓到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不住在一起，我还是会想你，就好像我们还是住在一起一样。小鱼都不睡觉，可是平安，平安他会睡觉。细雨，还要拜托你一件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可以弄伤自己，不可以用手抓自己的皮肤，也不可以去撞墙壁。如果你受伤了，我也会受伤。如果你不舒服，我会比你更不舒服，因为我们是夫妻，我们是一体的。徐护士好久没有帮细雨贴贴纸了。整理房间，贴一张。喂小鱼吃饭，贴一张。好好照顾平安，贴一张。细雨是好老公，贴一张。当思念变成了悬念，我只能劝自己放下一切。时间推着我走向前，你变成一片片记忆的残缺。记得鱼饲料一次不要喂太多，不要每天只在家里画画，你也可以出去画。现在还很冷，在天气变暖之前要记得戴围巾和手套。细雨，见到你之后虽然很辛苦，但是觉得很幸福又很温暖，谢谢你。平安，
舒志，你要去哪里？细雨，我们是夫妻，夫妻要住在一起。我跟你说过了，很多夫妻不能住在一起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永远不会分开。我们约好不会放掉对方的手的，是不是？你很守信用的。这一次我可能不能守信用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坏的人。你赶快进去。不要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走。七月，不要伤害他。小护士，你快走。七月，七月，你不要走，是不是？平安他不是小偷，那你也不是警察，送他上楼去。阿喜，他上了楼之后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我可以留下来陪他。不需要，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，让他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吧。是。儿华。老婆，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厚脸皮啊？哎，你说说，你到底要在我们家待多久？我老婆现在怀孕了吗？我怎么能不管你呢？走开，讨厌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大姐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吵醒你们了吧？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还带着行李啊？哎，大姐，哎，平安给我。谢谢。爸，妈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住吗？姐，你离婚了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来得好，今天啊，就先回房睡觉。哎呀，那也得先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。
很晚了。是啊，妈，很晚了，我们明天再说吧，以后时间多的是。那好吧，那你先去睡吧。晚安，大姐。肯定是平安的身世被发现了，她婆婆也太过分了吧！这大半夜的把我姐赶回家，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啊？大姐是不是没有拿到赡养费啊？很晚了，都睡觉去。睡觉了。晚安，丈母娘。西域还好吗？是啊，他怎么可能会好呢？往好处想，也许这样更好，至少以后你不用再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。我也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但我总是心存侥幸，期待这一天不会来。莹莹，你要打起精神来，你现在是真正的妈妈，所以一定要打起精神来。是小偷，平安不是小偷。欣妮早。嫂子呢？平安好像也不在啊。欣妮，昨天晚上你回来的晚，不知道家里出了大事了。啊？心雨呢？啊，太太，我叫过他了，他一直没有回答，我再去看看他吧。不用，把这碗粥送到他房间去，兴许他不愿意下来吃早饭。好好好，我给他送过去。妈，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嫂子被你赶走了吗？是他自己要走的。他自己要走？他为什么要走？他不为什么，他因为太辛苦，他不愿意在我们家里待着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再晚回来一会儿，这个家就乱七八糟的。我说你呀、啊，你要有这种经历啊，好好关心关心一下你哥哥吧啊。妈，嫂子到底去哪儿了？太太，西域好像出去了。妈，吃饭。啊，我再给你们来杯牛奶啊。我要去找石护士，西雨。你这样的话，我会被胡董骂的。西雨非常想念石护士。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感冒好了吗？好多了。怎么了？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
没有啊，我怎么了？咖啡不喝，该凉了。唉声叹气，你明明知道，还问什么？什么呀？韩总，我听说你们两个是老朋友，你可不可以劝一劝大姐不要离婚？啊？不可以啊？为什么要离婚啊？啊？韩总真的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大姐被赶回来了。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，董事长这一次真的有点过分吗？哎，上车。说不在乎明安的身世，还是会让心里阴阳的，就是在虚张声势。如果你受伤，我也会受伤。如果你不舒服，我会比你更不舒服。因为我们是夫妻，我们是一体的。细雨，细雨，我进来了。细雨，细雨，来吃点东西好不好？来，阿姨喂你啊。来，细雨。吃一口啊！哎呀，怎么了你呀，细雨？儿华，妈妈，儿华，儿华，儿华，哎，太太，太太，细雨他，儿华，儿华，不要跟我说那么多，回头把地上给他收拾了。把你的衣服洗了。好，那我先去了，太太啊。胡总，车准备好了。今天你不用去公司。你帮我等在他的房门口，以防他自残。喂，你好，啊，是徐护士啊。细雨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那他有没有吃饭啊？哎呀，他什么也没吃，我把粥给他送到跟前，他全给打翻了。那细雨呢？他有没有受伤？啊，那倒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好，那就这样了啊，我挂了啊。我在上次碰面的咖啡厅等你，你出来一下。徐护士昨天晚上被太太赶回娘家了。为什么会被赶回娘家？是你的真面目终于被发现了吗？怎么能够笑得出来呢？徐姨，当你看着我的时候，难道一点都不觉得对不起我吗？
找我有什么事？这些钱你拿着，让你的家里人搬家。你跟细雨一旦离婚，你们不可能在现在这个地方继续住下去。谁跟你说我们要离婚的？舅妈都已经知道了，难道你还认为你可以跟细雨不离婚的情况之下继续收养平安吗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平安着想，对不对？平安的事也不用你管。喂，娜娜，你在哪里？啊，我当然在公司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大概是因为怀孕的关系，最近情绪起伏比较大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没事就好。我这有点忙，先不多说了。你能不能坐下来，好好把话说完了？这么巧，大嫂。哎，平安没跟你在一起吗？哦，我爸妈带他回店里了。哦，他这么说，你真的回娘家了？大嫂也知道了？具体不是很清楚，只是知道舅妈好像很生气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方便告诉我吗？你真的让我很失望。我把你当做这么好的朋友，而你却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告诉我。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我不知道妈是怎么想的，也许她不想让太多人知道，所以对不起。好，那就等舅妈同意了，你再告诉我吧。我想有件事你可以告诉我吧。什么事？你以前的男朋友，我老公的大学同学，他叫什么名字？那天我在收拾屋子，突然看到振宇的毕业相册，我就想起你以前的男朋友好像是他的同学吧。我现在特别想知道那个负心汉到底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子。都已经过去很久了，现在说起应该也没什么吧。其实他就是表哥的同学，不过他大三就转走了，所以纪念册上也没有什么他的照片。这样啊，看来你还是没有忘记他，要不然怎么连名字都不愿意提起？对不起，我还以为你跟细雨的关系很好，所以已经忘记了以前的事情。没这回事，其实我早就忘记他了，所以也没什么好提的。
叫蒋一峰。蒋一峰。嗯。大嫂，我还要去超市买东西，不如我们改天再聊好了。好，那我改天再去看你。娜娜最近有点奇怪，我不知道是她发现了什么，还是……总之，她还是问你，你的前男友叫什么名字，你就告诉她，叫蒋一峰。看来已经套好招了，说好怎么来骗我了。你们两个真把我当成大傻瓜了吗？这以为永远都不会被我发现？你们之间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我不知道，还有多少秘密？没什么事，不用去公司了，直接下班吧。你今天不请我喝酒了？我为什么请你喝酒？那你那天为什么要请我喝酒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别一天到晚板着脸啊？喂，过来。所以你还守着我哥啊？啊。可不可以告诉我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嫂子突然带平安回家，妈又一直把哥关在房里？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更像这个家的人。我不知道的事你都知道。对了，你的手好了吗？都好了，谢谢西尼小姐。哦，谢谢西尼。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？平时不会笑的人怎么都笑了？啊？我是说，我还以为啊，你在武则天身边工作久了，连笑都不会了。其实，胡董做事情有很多他的难处，你应该体谅的。你还真是愚忠啊。
时间。